叱咤乐坛组合铜奖，铜奖得主是有意非文。有意非文上榜歌曲《打狗女郎》《老夫老妻》《恐龙学唱歌》及《三甲歌》《变化》。哇！我唔知讲乜嘢好，我咁大个女第一次攞奖。我真的好嬲，因为我心想跟商台关系咁好，好心你要叫我上台之前都俾我知，我唔好准备。咁每一次上去都系讲一啲唔系我自己心里面想讲。嗰个先系真嘅你啊！好多谢你哋颁奖俾一个从来都冇唱过广东歌嘅一人怪鸡组合，现咗真身啦！系啊，好嬲，同埋我每一次都谂。如果我可以站上台，我一定穿靓啲。每一次都唔系嘅，系都系我求其穿嘅。真系你好，好多谢呢个世界上唯一肯播我直播嘅商台，好多谢。可唔可以点自己嘅歌？梗系可以啦，横掂冇乜人播嘅系。系啊，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原来由头到尾我冇变过，呢、這个歌叫《叱咤女王》。从小盼你爱自由，你咁大个女收过喺三机送点唱俾你未咧？未啊，呢个系第一次，真系。你个第一次就俾咗阿修爷啊，真系电影圈真系黑暗噶啦。系啊，好啊。系啊，学生咁唔俾面，咁样呃咗我第一次。哎呀，几无赖！俾你玩法，我真系唔信我听唔到你把声嘅。即系做同事做成咁，我真系系咯，我要好好检讨一下啦，郭文辉。欸、但是我好替你高兴呢，即作为一个导师啊，就在这里大家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啫。阿修修可能在他人生里面之后已经是飞黄腾达啦，成为大导演。但在他的心里面呢，他真的有心去装载当你一家人这样呢，他会第一时间是想起有意非文这个人。哇，我不知道讲什么好，我真的好。啊、我觉得我只不过做一个我应该做的事，因为本身我的角色就是应该做这些这样的事。希望如果真的可以帮到大家，那就我自己都完成自己的愿望。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奖，又或者是有什么成就，其实你有你自己的执着，有你自己的原则去做一个人，你就是可以做一个叱咤女王这样。好好，那你开心一点啊，女王。我而家系公主咋？系咩？哎呀，唔系冇咗第一次就系女王噶啦咩？系错，系错。咦，呢啲嘢都系你清楚啲。我要了解一下先，我再深究一下个关系先。心跳回忆时刻动人，等我哋照亮甜蜜每一刻。九九九，但愿人长久。